就是爽文级别的惊艳成绩，潘展乐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啊？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，这场比赛足以载入史册。北京时间8月5号巴黎奥运会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，中国队以3分27秒46的成绩拿下美国队，震撼夺冠，一举打破了对手40年的垄断。让人心脏狂跳的是，官方成绩潘展乐最后一棒竟然游出了45秒92，比自由泳100米决赛他游出的46秒40的世界纪录还快了0.48秒，帮中国队从第三反超至第一。外国解说员直呼 My God， 评论区网友炸开了锅，太猛了，落后2米接棒，领先1米夺冠，原来生吃是这种感觉啊！终于知道有博尔特是什么感觉了，唯一游进46秒的人类潘展乐，你是我的神。此前他接受采访时表示，我争取在生日那天干进46秒，他立的 flag 真的实现了。从徐嘉余的勇猛开局，到秦海洋的奋力追赶，再到孙家俊的稳定过渡，最后潘展乐的绝杀冲刺，每一个环节都堪称完美。赛后外国运动员都主动上前打招呼了，中国游泳队用实力证明了，如果你只是比别人强那么一点点，或许别人会嫉妒会不服，但是如果你甩别人一条街，对手只有仰望和敬畏。